我现在要去鼓楼大街找柳琦小姐，然后她是一个北京人，她要带我去吃北京好吃的东西。您好，随时查看您的排队进程哦。还是要吃雪冰，因为真的非常想吃，就是抹茶雪冰，这是鲜豆糕，豆糕，这是鼓楼，鼓楼里面好，这是钟楼。晚上我们要来吃姚记炒肝店菜单。炸酱面，但是我觉得放醋比较好吃。你不能鸡让它放，然后鸭脖
蓑衣黄瓜，蓑衣黄瓜，其实就是腌黄瓜。哦，腌黄瓜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开吃。它是一小条嘛，黄瓜。不好意思。随便走一走。好，太搞笑了。